哎呀，他就一直在那里。就这样就开始录了，这样子不会遮到了吧？应该不会，我等一下才检查。没到，没到。在这里。你那卫生纸往哪里丢掉？是你弄的吧？是。这边吗？どこ？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正在录啊，你的 OK。我还没扣鞋子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天气超好。他是依照预报。
是从那边来，不是从这边来。滑下来的时候，它中间岔才两个。我们都走右边那个岔，不是走左边那个岔。风又来了，会凉快一点。这里是二之一，知道了啦，这边要往右边滑，一跟二都要走右边。对啊，不见，好啦。我原来说要滑到山最山底的啊，那个是二嘛，所以就是二之一、二之二、二之三、二之四那样。之后的时候，对啊，分岔都是这样看。那现在就是滑中间这一段就好了。你要滑这边，这边保障练习的。左边、右边都可以，就只有滑上这下面这一小段。我先滑早上的好了。左边去，右边去都可以。左边好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就只有一条而已啊。还没下来的、啊，而且山顶搞不好有人正在餐厅里吃饭呢。呱呱声自己吓自己，听到呱呱声就会吓自己，真是。
什么？从后面哦。阿少，没速度了。我被撞了。那是雪板还是 ski？ 雪板。嗯。是撞了我一下。是撞板子还是撞身体？身体，我走那边。我就横着吧，我还是仰着走。顶不住的家伙。左边还有一个，两个都一样。是我顶住了。左边也有一个，右边也有一个。这边是比较快的缆车啊。放放放，这还好，你插到我的板上，有点重，那算了，不要放，算了，就这样。怎么样？有点重。我说这个放放比较重，行吗？又撞人家，很奇怪啊！停不下的家伙，不要去搞别人嘛！把不把不。家伙好好。但是呢，你看那种快下来跳跳跳的，就很害怕，就越来越快这样。这边的跳跳，你刚滑有感觉到跳吗？有，我觉得有点差。也不是变差了，就是很多人刮过刮过。不过我觉得就还好，我反而觉得有跳跳的地方雪比较多，听起来安全。然后比较没有雪的地方就有刮刮声，感觉比较停不住。对啊，你就找这个地方，找这块，这块雪比较多的，滑起来比较舒服。你看，你听声音，听声音，没有刮，然后中间那边反而是刮，会卡。刮刮。哎，卡卡，哪里的卡卡？这边是沙沙声。那就一直滑这边啊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人好多。在缆车下面。好多，还不错。Attention all customers, Mr. Johnson Wright and Mr. Thomas Wright and Ingrid. 还有人什么？哎呀，剩下的人。这是老师吗？带一堆小朋友自己跑掉了，他好胖哦，还要飙一下。好，你看那个哦，那是小孩，他落很远。慢起来。这块比较缓一点点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们在挖馒头了。对啊，这么缓也可以练。力不到了。因为比较缓，所以力道没那么强，但是学习的方法是这样。可以在这里自己练啊，练小转。我朋友学过啊。像这样，像对对，这是速度比较快一点。不然我先跟你讲一下好了。没有，上次有被教过，所以也有讲过。
也是嚣张的感觉哦。然后他手的摆的 pose 你是可以参考的。对啊，这种缓缓的，就是练习很好。我觉得大约围绕着棒棒附近的雪都不错，都是可以练习的。这边的声音都是咻咻咻咻。还是因为他们滑才是咻，我们滑就是咔。都不错，都不错。要卡卡，卡 ，QQ， 卡卡。听到咔咔声就吓到了。要从右边左边。左边啊。咔咔，左边。自己摔，自己做。好了，这里可以。这里这样才安全啊。好。什么扣子？弹起来了，弹起来了。因为这里雪多，其实非常好停，所以啊，小转就是不断的高转边。然后为了要扭腰，你不可以一开始就这样横着站，你要一开始是面向下面，然后面向下面，接着你才可以转过去嘛。哦，重重的哦，哎呀，不要再掉了。用这个棒子顶住的时候，试着这样跳一下，跳。右边棒子顶住，顶住，身体放下面那边，搓好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只要试着按着棒棒跳就好了。按着棒棒跳，跳。没有按好，没有按好，你先停好，停好。停好的方法，停好的方法是往下歪就会停得更好。往下歪，上半身往下歪就会停得更好。
以才要平常说要尽量弯腰，因为上半身往下。好，尽量伸直，上半身弯腰，插去，插紧，插这样子。要稳到你可以按着跳起来哦，跳得起来吗？你原地跳又会往下滑，表示你的下半身不够往这边弯，跳跳，好，所以小转就是往前慢慢滑。往前慢慢滑，要转过去哦，踩右脚的。你要稍微有一点跳的感觉，才扭得过去。上半身先下去。好，先不要停，停。哎呀。好，在练小转之前，你就是一起步就有办法停下来，先不要管小转了，你先想说我要停在很近的地方，要转过去要停在很近的地方，怎么做到就自己想象这样。这样。要诀就是你一定要把下半身扭板子扭到另外一边。啊？好，你这样子，然后棒棒插着转过去，画半圆。上半身要先下去才转得下来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先用这个练。扭一下，停下来，扭一下，停下来，停住。然后要插棒棒才可以开始转，你没有插棒棒啊，你前两下是 OK 的。插转，啊，重点是啊，要插那一下的时候，身体就往下了。插转，插下去转。比较缓，还是可以练，就是感觉那种韵律。这边比较缓，还可以再练一下。重点就是说，想办法去扭，把下半身要转板的那一下，你要花力气去转它。那你就会说我扭腰？没有，小转就是要扭腰，小转要扭。另外一只脚稍微抬一点，抬一点再转，这样子还可以，就是想办法在那边扭，要稍微滑起来才滑得出来。内脚可以完全抬起来，用右脚扭，用三下脚扭就好了。对。停下来再转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然后可以缓的地方可以这样练，这带点速度之后再开始用练那个。啊？对啊，对，这样子对。然后重点是你要有办法去顶到前面，就是扭那一下的时候会点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对了。抖的时候也是这样做，然后现在就是习惯这种韵律感。嗯嗯嗯，早上在我们缆车前面，对啊，这里超缓这么长一段，你可以继续练的。就是越小越好。哎呀，用不着两只脚一起跳了。没有重点，因为你山下那只脚是稳定用的、啊。你要 follow 山下那只脚，还是要踩紧啊？带一点速度开始。要连续多做几个。好，那开始滑吧。闲着的时候就可以练。好。不要特意跳起来啦，只要抬内脚就好了。不用特意跳起来，只要抬内脚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我在做。习惯那样不行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习惯那样。没有要到跳起来啊。对啊，然后顺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点棒棒了。然后我再继续做一小段，其实有点像是 Z 字形往下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下来而已。我再做一段，你看看吧。好，有个方法可以帮助你，把棒棒伸出去的时候，你尽量点得更下面一点。然后只练一小段，接下来就滑吧，滑到缆车站吧。
又出了一堆汗嘞，我。我也是啊。很重的办法。哎呀，很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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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滑一滑，你滑到平的地方再练那一个东西就好了。怎么了？热啊！我在凯拉练啊。哦，我有开一半。然后那个转的时候，真的也有站起来的感觉哦。嗯。对啊，我是说，即使是小转的那个内脚台的转的那一下，会有身体站起来，又蹲下又站起来那种感觉。还没体会。嗯，我只是先跟你讲。对啊。我看有没有练那么慢、那么慢的小转的。这个有一点点，但是它就滑走了。白的是一个姿势，叫上半身跟着一起转的人。嗯，开始练可以到。有一个车车。那车车是用脚挡住还是怎样？大腿是肿起来了吗？我大腿后侧好酸，今天用椅子在撸。不要撸太多、哦。这个，它是比较大一点，松的。这个，看白衣服的这个。或者是说，你只要练点杖就好了，不要特意去那边练。你就是转弯的时候顺便点一下就好了。以这个人为例啊，他在转的那一瞬间呢、啊，其实因为他要把脚从身体左边顺便变到身体右边，所以那一下会站起来一下。哦，好酸哦！那个荧光绿裤子，站起来的一瞬间，哇！站起来的一瞬间，哇！上面有喷射机在跑，哪里？他正在画尾巴。哎呀，而且他交叉一个十字哎。这个，点，端点，端点，端。还没到中午十一点，还没有到很跳、啊，有觉得很跳吗？有比早上跳。就是有一些小积雪，一区一区的。糟糕，我拉不下来。你要关哦。对啊，有点凉。
天穿鞋的人多。刚刚我们走这一块啊，都没有跳到。我们那时候在练那个啊，完全没有感觉到有跳。这里有个在交警。有点乱滑，有点乱滑，是吗？你练原来的啦，手放下面，我直直举。现在应该练这个刚好。那练大一点的弯吧。
还是要直接回去了。再滑一段，坐那个高一点，只能再滑一段都是汗。那个缆车停住了，卡住。感觉刮很多，很安全。要做什么 pose 呢？八方总站也在这啊，这也算是中心点，然后吃的也都在这，而且巴士也都是八方给的。啊？巴士。我觉得我也在用没力的滑板，我说比较没力气。我不知道怎么有点没力气。有一点什么？没力气啊。对啊，没休息够啊。我们上午会那么起劲。哪有？我们休息了三四十。不到三四十啊。开始录，中午休息就哇哇，忘了录轨迹。
插起来了。很短的，棒棒棒。坐缆车啊，大概可能五分钟后才会到缆车站上面的。上去了。有听到？接近最右边的房子。
它有一个洞。没关系啊，就靠压吧，压它，压我的。是你的方向啊，你转正我就可以了。是吗？那就是把我拿出来，没关系啊，这样放就好。好。刚刚说，我饿了哎。对啊，就吃饭啊，我已经讲了，我刚刚懒得这样讲。再上一层，我就说看到这个啊。三千呢，不过是下面哦，下面哦，贵贵的。风景不重要，暖炉比较重要。按一下就关了吧。人好多哦。这个、哦？这里有一桌、啊。哪里？哎，这里有一桌。是这一桌啊。还是哪一桌？是中间，中间没有暖桌啊。没办法啊，先坐下吧。先拿去烤。